老板要一份贵州糯米饭，加一个腊肠和咸蛋黄吧。加咸蛋黄和腊肠多少钱呀？再加个鸡柳也行。我不放黄豆和花生。要吗？嗯，要。14。老板，我要一个武大郎烧饼。好的。加鸡蛋和香肠的吧。好的。放辣椒要吗？嗯，都放。10块是吧？要几个？要一个吧。要这一只吧，行，29.9。来一份东北锅包肉。好嘞，好的。多少钱一份啊？2份一份。老板，你是东北人？我是在运城人。这个东西在这个东北学的。是东北那个味儿就行。对对对，呛鼻子那种。老板要一份螺蛳粉，里面有炸蛋吗？可以加，当然是加的。哦，那我再加一个炸蛋。好嘞。加一个瘦点的把子肉。再加个虎皮凤爪，这个是牛肉皮，颜色比较弱。一碗多少钱呀？3。老板要一份臭豆腐，我这个多少钱？8块。想买花式烤红薯啊，我给你摇人。好，行，等一下。10块钱。那就要一个芋泥的吧。小料是4块钱。哎，你再给我挑个榴莲盲盒呗。不能这一个。行，那就这个。今天共计消费349，今天这顿怎么吃都不心疼，因为这一顿是拼多多买单。最近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？各个平台都想趁年前冲一波业绩。拼多多特地推出了这个2024新年津贴的惊喜，每份津贴是24元，不用助力，抢到立马到账，还支持微信提现。这百号的钱花起来真的爽翻了，吃完今天这顿还可以给家里置办点年货，或者和朋友去周边旅游一下，简直不要太开心。刷到我视频的兄弟姐妹可以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试试手气，这个是新上线的，概率还是挺高的，这年前放出的名额尤其多，叫让朋友一起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参与，一起冲。今天吃臭臭组合，螺蛳粉里再加点臭豆腐，再来个蒸鸡腿儿。这个蒸鸡腿真的很嫩，特别容易脱骨。快叫我脱骨小能手。哇，先嗦口粉。肥瘦相间刚刚好，臭豆腐臭上加臭，螺蛳粉配榴莲会不会更臭？真的好甜呀。糊还挺小的，再来一块。现在都有芋泥烤红薯了。哇，好甜呀，配上芋圆 Q Q 的。这个是糯米饭，这个料可多。特别喜欢里面的粉萝卜。很扎实的一个锅包肉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啊。